三之二表格快速查询，那利用表格的方法，我们可以快速求得国语最高分、最低分、平均等等。我们在点选在表格这里，我们前面有试过，对不对？国语的总平均83，那点箭头是我想知道最大值90，最小呢60。透过这个，我们就可以完全知道，快速的来得知各科的平均、最高分、最低分等等的相关资讯。